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六月生长点评。春天即将过去，夏天悄悄地到来，那么我们种植的各种蔬菜水果已经果实累累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逐渐地可以收获到我们辛勤劳动的果实。无花果已经结了好多，那么很大很大很大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。那么我们这棵杏树，这个杏子也很大，你看我的手都要拿不开来一样的，这么大。然后那边还有，那么我们这石榴可以看到，看石榴结的到处都是叽里呱呱的，到处都是石榴。那么还有一些花还正在形成石榴的过程，还正在形成，很多了很多。实际上我们并不希望它结太多，因为结太多了以后，这个往往就容易就是长得不大。扶手瓜也是就长得非常非常的疯狂，很多，所以每个星期都需要剪，那么把它头打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主要是控制它长得不要太疯。实际上它现在不结果，只有到冬天的时候。再就是看我们这棵枣树长得非常的旺，结了很多很多的枣，得有几千个上万个枣都有。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枝叶上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布满了枣，全都是枣。你看，全是枣，这每一个都是一个小枣，很多很多。当然它不可能全部成熟成果，那么有些就会慢慢的掉下来，但是 good enough。再就是这个橘子了，这个橘子你可以看到它都长得很大了，都是基本上这么大，就是很多结了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就像鸡蛋一样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它也是一个充实果实的过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需要灌水，每天都浇水。再就是我们这个葡萄柚子 grapefruit， 你可以看到它长得很旺，那么这个每一个球都长得很大，所以这个也长得很好。lemon 这个柠檬呢，可以看出它果实非常非常的多，那么有些已经在成熟，那么有些还很小，所以我最喜欢这个柠檬。这就是我们这个牛油果树，那么这四棵牛油果现在也结了好多牛油果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我看近镜头看一下，这个牛油果已经比花生还要大一些。不希望它结太多，因为结太多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它明年呢，它就会就比较累。所以你看牛油果很多。香椿树呢，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掰那个它的香椿了，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吃香椿的季节了，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是留下来让它长。我们这豆角长得也挺好的，而且没有虫。那么我们这个实际上控制虫的一种很好的办法，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的用一些草木灰，这样的话这些草木灰呢，在有效的它在底部控制了这个虫卵的产生，所以说呢，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很少有虫的现象，那么结的也不少。这就是我们的 mandarin， 是我们的这个橘子树，这个橘子树结了好多橘子，可以看到这些橘子星星点点很多，这些橘子。看着橘子，那么我们在这边呢，还有一棵，长得也很旺。然后我们那边是石榴树，很漂亮。再就是我们这些番茄，你看，它一树一树的，然后这个很大，现在size
比我的这个手掌还捧不过来，所以就很大，现在都很大了，都结的，结的很旺，它到处都是。我们喜欢种番茄，所以有20多棵，所以长得都很旺。这是我们的丝瓜，丝瓜已经长了有1米高了，所以这丝瓜都长得很旺很粗，长了很多。你看叶子，叶子也属于健康的一种状态，这个叶子现在这些丝瓜正在长。你看我们的黄瓜现在掉在这个地方都长得非常的旺，长得很高，现在结了，也结了地，密密麻麻的结了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黄瓜都在这儿，一个个的。我们已经吃过好几个了。哦，那边又快成熟的了。看那边，大家知道这几颗是什么吧？这是冬瓜。所以这个冬瓜的叶子它是像枫叶一样，所以有一点枫叶的形状，所以这是冬瓜。好像在我们这个湾区这个地方，可能是夜间太冷的事情，冬瓜长得不是太旺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。现在是我们这些南瓜，你可以看到这南瓜已经结不小，南瓜，这还有南瓜。南瓜非常漂亮，而且这个南瓜呢，它好像这一条藤子上面就不停地在开花，然后结果，所以结很多。看辣椒，现在我们这辣椒已经开始结了，虽然个头还不大，但是已经结了好几颗小辣椒，都结了。所以这个小辣椒很漂亮，这几颗辣椒好像长得都很旺。辣椒它有辣椒花，你看辣椒花，看辣椒花开了以后，它就会自己，就是它是自授粉的，不需要有第二颗。啊，今年我们这个盘石榴它开始结果了，看结了第一个果实，盘石榴瓜娃，漂亮。这是它的盘石榴，浑身都是宝，那么它的叶子可以用来泡茶喝，非常健康。我会专门出一集盘石榴的视频。瓜娃，那么这是第四年的核桃，那么核桃今年结了有30多颗核桃，那每颗核桃呢，这个形状都很好看，也都 size 也很大，很漂亮。那么今年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，不要让松鼠都偷走了。每年松鼠都先下手为强，在我摘果实的时候他就全部给我偷走了。哎呦，这些小精灵让我头痛。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收获了一些黄瓜呀、豆角还有韭菜，然后把我们的那个五花果摘下来，非常漂亮。来，我们切开它看看怎样。哇，很漂亮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呢已经有这种蜜形成了，所以非常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到 YouTube 搜索美国生活365，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和大家分享。请点击屏幕连结订阅、转发、点赞和收藏，谢谢大家。